是梁武汉呐，对啊，哇，这是现学的吧？连衣服还要现学。baby， 哇，我们栏目组送给你的礼物，谢谢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呀 ？Family Diary， 我们的故事。这是第一季时候的照片哎。遇见，2014年的10月10号，我们在雷峰塔下初次相遇，从此一路奔跑前行，大江南北，塞外关西，从我到我们，把我们累，畅快成长。哎，超哥，你今天染头发了吗？染了，还真染。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记得要染头发哦，然后大黑牛记得要画眉毛。哎，你看，小鹿出现了。哦，小鹿，小鹿啊，小鹿。我们最关心的话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帮你找到一个女朋友呀？我已经知道了，已经知道了。还有，你是跟我们一样背不出课文的你，是帮我们一起铲马粪的你，是跟我一样会弹起游泳池的你，还有我发微博也不忍心撕的你。那这次其实非常遗憾的是，我非常想跟大家一起再去经历这一些满满的回忆，满满的新的挑战，但是因为最近在人身上有了一件重大的突破，就是当了一个新手妈妈，这也是我的一个新的角色吧。但是虽然还没有很上手，还要向各位像超哥啊这样的老前辈多多学习怎么样去带孩子。可以算，但是还是非常高兴的，也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会带着小海绵跟你们一起玩的，到时候不许欺负他哟，带着他跟各位叔叔还有哥哥们见面。谁是叔叔谁是哥哥啊？说清楚。我是爷爷什么。我也知道我们会迎来一位新的朋友，那你们几个不要欺负他哦。 We are family。一上来就那么感人的，有的时候是不能看这个，不能看，是吧？我们每个人的成长，您一起走过的路，有一点羡慕，其实啊，真的，对，我也想赶紧。首先，我得先脱离啊，单身吧，脱单。这一季的目标啊，不是这一季，不，我说有缘的话，脱单，嗯，看见他，感觉好甜蜜啊！你看刚刚那个画面呢、啊，你以为他是在跟一个男朋友在一起，是不是好像又回归到另外一种甜蜜当中？我想快去看看他孩子，真的，要不然长得太快了，一天一个样，一天一个样。哎，小孩是一天，你是谁？真的是小孩太快，一天一个样。你应该是有同感的，有同感，因为我可以完全的知道他这个时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时刻。我也希望他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一段最美好的事情。Angelababy， 呀呀。